2020年初，一款游戏因为难度太大而火了，国内外网友们纷纷吐槽，这游戏太难太烧脑了，什么三个月才升到七品，好不容易升到二品官潘错案被贬为平民。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，看看这款游戏是不是真有这么难。这款游戏一上线就抛弃了 VIP 等刺激玩家付费的机制，晋升全靠判案，在判案中进行正确的选择，升官加爵的同时也能为自己扩充势力，获得门客，而新的门客也能为你日后提供莫大的帮助。看似小案，实则暗藏玄机，一不留神可能就前功尽弃，这也是这个游戏魅力的所在。让我们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。